是。是。你是警察 ，police。police， 我跟你讲，听到 police 的时候，你就应该要立正站好。Sit down, please。Oh, OK，Thank you。Sit down, police 都可以弄得出来，你不容易啊。那老师，你是怎么保持身材？你怎么减肥的、啊？怎么样减肥？我跟你讲，很简单嘛。你知道，就这个每当春节一来到，对，家家户户都在放鞭炮，对不对？你看大鱼大肉不可少，对。哎呀，没有身材没有腰。你这样公，那潘老师就要给你们一个小忠告。你不要每天只会发牢骚，你这是没力。你要跟着我跳跳瘦身操，那保证变美、变瘦又变高。潘老师，你有在写诗啊？哎，不是在写诗，我们特别为这个节目做的一首诗啊。哎，我觉得算是过年的顺口溜啊。顺口溜，顺口溜。我觉得大家其实可以把它记起来，还蛮有意思的，对不对？那你平常你的瘦身就是运动？我的瘦身就是运动。只要你给我五分钟，我马上会让你少一块肉。它不但不会让你觉得痛，还会让你变美又变瘦。哎呦，你现在变那个运动界的。可是潘老师，你这样好像坏人，我不敢跟你。真的吗？变美又变瘦，我们跳舞是要运动。你都是这样子去拐骗那些人吗？哎，不是，是那些人是容易被我拐骗。哦，应该是说被老师改变。而且说实在，他有这么多学生，他总是要弄一些口诀。没错，大家跟着念就记起来。哎，我的天啊，潘老师的腹肌太可怕了，巧克力。身材真的吗？潘老师的腹肌跟轨道一样，老师。如果你过去大过年的摸过去，大过年的吃胖，像轨道一样，咔啷咔啷咔啷的嘞。你看看，哇，很夸张，你看。怎么有一阵酥麻的感觉？讨厌！哎，不过说实在，潘老师这样的身材一定是啊，我觉得要非常非常勤快的练了。我跟你讲，这个不是一般人做得到。这当然是一定要先配合老师的吃，对，再加上我的运动，哎，对不对？天衣无缝。如果这天衣无缝了嘛，真的，对不对？那自己到这边，那很难说喽。我觉得不对，从我这边开始是我，从我这边再过去那边再来这边。好，这样。我跟你讲，我觉得潘老师的腹肌坚固到。强壮到可以建一个渔港，哎，真的就是。我知道你要接这句，所以我留给你讲，你真的太棒了，得奖的是。我觉得。我觉得你们两个很聊得来耶，不要这样说，你们两个真的好对痛哦。真的吗？根本就是坚若磐石。我可不可以问一下小甜甜，你今天穿的裤子是不是你说是李唐华？不是，他李唐华里面的小师妹，秋海棠，有没有？不是，因为今天想说来。而且有他，我想说难免不俗要特别。没有没有，我觉得小燕你这裤子不像我们国幼稚园的时候跳大会操的时候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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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是，我过年前买它是一个灯笼裤，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就是会变得这么的贴。下水之后就变成这样子了，没洗过。哎，甜甜啊，你过年有吃很凶吗？我吃很凶。看你好像，甜甜应该不是过年而已。他没有过年，他每天都吃很凶。我一年365天。哎，你最爱吃的食物是什么？平常最爱吃的食物，我喜欢麻辣锅，然后大肠头。哇，大肠头好好吃。谢老师，哎呦，他是不是超容易胖的？大肠头，大肠头也是容易胖。油条也是，还有打包猪肉配饭，对，都是。我们每次出去吃饭啊，他没有，他桌子前面没有空的，没有满的，全都空。对。他，我跟你讲，最高兴就是你自己的没有吃完，他把别人都啃光。哇，好幸福啊！浪费，好幸福哎！小甜甜最厉害是油条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油条里面又有淀粉，而且要吸麻辣油。对，因为淀粉加油的话，那淀粉是100%被吸收，或是油没有办法100%啊。对。光是油还不会胖，可是如果说油加淀粉的话，那个淀粉真的是肥到死为止。了解。对。不过甜甜没关系，今天哦，我们特别邀请你来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有减肥的 paper 要教你。真的，马上瘦。没关系，今天你真的搞不好你就找到救星。哎呦，来哦，注意哦，哎，我们有四位我们的部落客，是他们要介绍现在坊间他们去收集现在最夯的减肥产品。没错。例如说第一位昂A，昂A，对。怎么可能？哎呀，怎么可能？怎么样？都不用动就可以瘦？你坐着就好，你干嘛站起来啊？你就听我讲。警察爱管闲事，对嘛？不坐不动怎么样？他不动就可以瘦？对，我跟你讲，这人一定有病，有病，他一定有病。对啊，他要讲了，来。对，因为很多女生都像我一样懒惰，可以坐的话就不会站，可以躺的话就不会坐，然后又要叫我运动的人要我死嘛。可我今天有一个秘密武器，就是。这个，这只要号称就是只要泡澡20分钟，因为每个人都一定要泡澡，每个人都要洗澡嘛。然后这是新出的叫爆汗汤，不好，爆汗汤，然后它有各种，老师，它有出各种口味，这个真没有用，真没有用，因为它刚。
刚出来的时候，我也有试过。他什么没试过？真的，这我他所有东西都试过，他连爆肝的都试过。如果你们两位都说试过没效，我们绝对相信。对，真的。